的比较贵啊，所以要慢慢做啊。还是你要吃先吃了。我以前小朋友也是都走，也是都磨破皮，我们就要用刷，就这样刷出去啊，不要什么东西都走，直接刷那个彩球。啊，就是我带的那一届，他们今年毕业啊。我虽然没在那边做，他们就是今年毕业。那个班他们是中班啊，现在大班就做。你夹着我没有办法。